十个人九个人不知道饭店里面调料油到底是咋榨的，很多人都失忆。我说那个大娟呐，你这怎么做的这调料油啊？饭店里面啊，其实这玩意儿非常简单，只要你注意一口细节，有的说做出来发苦，有的做出来说油不清亮，有的说没有香味儿，到底是多少比例？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首先我准备的啥呀？大蒜，看着没？大蒜你都不用去皮啊，就带皮的。你洗干净了，直接给它切了就完事了。啊，你扒不费劲吗？对不对？可以。全部给它扔到碗里。然后这个是啥？这是洋葱啊，洋葱直接给它改刀切块啊，切丝啊都行啊，随便。主要是啥呢？你不管是什么食材，比如说准备的这个洋葱啊，还有大蒜呐、胡萝卜、姜啊、葱啊、芹菜呀、啊，这些调料一定要咋的？给它切成大小锯，不要大大小锯。哎，要不然它炸不出块去。这是胡萝卜，知道搁胡萝卜啥的吗？香吗？香啊。对呀。知道香啊。对。炒点胡萝卜，他说的这些啊，是管啥的？管香的啊，真香！胡萝卜炸的，这是姜啊，少来一点就行。今天咱们这调料油以什么为主啊？葱。对，以葱为主。葱多呀。对。葱油炸出来香，这调料油我跟你说，炸好了之后啊，你这炒菜呀，拌点菜啊，都行。这是芹菜啊。和绞馅都行啊。哎，炸的老好了，香了。这个大葱呢，最好是啥的，选择这种葱白儿，葱白儿吧，它出的味儿特别香。我这就是啥呢，怕浪费，全给它把这葱头全给它炸一遍。啊，葱叶子也行。全部切好，放在盆里头。然后这是准备好的香菜，香菜先别往跟它一起放，香菜因为炸不完去啊。然后这是啥，准备好的这个五香料包，家里面没有五香料包的，你就放点啥呀，香叶、桂皮、花椒、大料，就这几样就行，别的啥都多余的啊，就不用放。然后我这里面就是什么香料都有，不管你是放香叶、桂皮还是花椒、大料啊，提前用温水浸泡一下。你要不浸泡，一炸这个油染出来，一炸它就炸苦涩的味道，而且呢还不出香味儿。浸泡10分钟，你看，搁这一起炸就 OK 了。好，你咋的呢？要哭啥呀你？哎，没事。感动了。我，孩子不容易。说这玩意儿到底是凉油下锅还是热油下锅去炸它？这个比例到底是多少？大约1斤的油加上半斤的菜。一定要凉油下锅啊，炸这玩意儿必须得凉油下锅。你这热油下锅之后，这菜一炸，香味没等成，就炸干了。慢慢炸的这玩意儿，不着急啊。看我再推点油。OK， 这香料呢，要在出锅前5分钟再往里下，大时间长不能出啊。这时候咱们就开始大火啊，一边搅动一边炸的。一会儿温度上来的时候，先边缘的温度先开始热。你要不搓着边儿，它就糊了，中间没咋劲儿。这是细节，慢慢搅动搅动啊。看着没，开锅呗。开锅这时候就保持中火去炸它，直到啥子炸到什么程度呢？现在是冒的密麻麻大泡，第一油温没上来，就像水煮菜似的，它里面有水分。等到啥时候这泡小的时候，证明水分已经干了，那时候咱们需要小火。那时候你要再大火，油温上来之后超过50度油温，它咋的了？糊了，冒烟了啊！冒烟呢，炸的就不是这个调料油了，炸的属于是，是吧？看着没？哎呀，炸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咱们稍微小点火，然后把这个香料了，看着没？搞里头，香叶、花椒、桂皮泡好的，把这香味给它扔。炸的，必须炸的，香味出来了。啥时候给它炸干了，啥时候小火啊？一会儿告诉你咋回事。这也挺香啊。味儿出来了，这现在就除了菜的香味儿、鲜香味儿，一会儿得除了干香味儿啊。对，炸到这种地步，看着没？这时候咋的？是最容易出香味儿，也最容易炸糊的时候啊。它就跟炸啥似的，比如你炸鱼，你炸不好，不嫩了；炸过火了，还糊了。对呀、而且还不香。这时候看好了啊，就是中小火，就恒温去慢炸它，让它把水分给它炸出来，而且呢还不过火。完还出香味儿啊！一定要中小火去炸的啊！这功夫是最重点的时候啊！慢慢炸，别着急。哎，还不要那糊，水分还出来，完香味儿出来了。好，看着没？慢慢的，小火了，
真香。炸到这种地步的时候，咱们马上就关火。你看现在这油温没，一点它也不高，大约也就在四成左右。你看这油清了吗？嗯，真清。而且这菜已经干了，但是现在这菜里面的有的大块还有水分，这时候咱们需要关火，把这油自然放凉。如果灶台特别热的话，咱们就给它拉回来，或者倒这盆里面。啊，搁里面泡泡凉之后，这玩意儿之后更出香味儿。出香味儿之后，把这渣往这一挤，一露出来，一会儿看效果。好嘞。晾凉了之后，你看这小油清了不？哎呀，清啊，好不好？好，香香，越凉的越香，那香味儿我跟你说，炒菜啊，拌菜、炖菜、和饺子馅儿，我告诉你啊，鱼肉汤，你看那小味儿上来了，是不是？哪儿一下上来了？哎，然后把这料渣给捞干净了，嗯，他说这油啊，说是怎么整的，怎么放的？你找个小桶，赶紧小桶，放阴凉干燥处啊，嗯，哎，把它倒出来。这油炸的太好，油原有啥色，炸出来就是啥色。这土老油好，我这炸汁底下全精华，一定要给它挤干净，给它控一控啊。哎，这个调油的方法学会了，一定要把老弟把那个屏幕给我怼个嘴。我感谢大家伙啊！别问谁说的，以后去调油就像我这么炸个价。好嘞，吵吵啥呀？